听不懂的。我就听得懂吃饭，吃饭，哎，钱，钞票，钞票，哎，其他就不懂啊。啊，我就听得懂啊。哦，叫就 OK。啊。叫谁呀？叫谁呀？走进县委，走县委去。内部特供优质高粱小麦，水为原料，利用得天独厚自然环境，未添加任何香料添加剂，秉承传统独特工艺精心炼造而成，全是空话，具有独特香气突出，酒体丰满，醇厚协和，回味悠长。贵州茅台内部特供，这酒就叫内部特供，汉语拼音内部特供酒。哎，我吃不了，我就老想玩。这个几斤的呢？啊，一斤半，本来二斤。我不知道你。二斤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写重量，没写。他特供过啊，您喝了吗？您喝了吗？谢谢。不过老板娘，两斤一千毫升。哦，这地方是冲击锅，冲击锅这样子把整个人这样子冲上去，脑袋瓜再冲上去。在这个猫耳洞里面是没带钢盔的，没带钢盔是坐在里面，是这样子，冲击波一冲，头，到那个就没事了。对呀，坐，不用，我不用，我另外一个战友呢，他命大，他等他上学的时候，他说是内部特供，整个没有注册商标，三无产品。对，商标就写汉语拼音特供，汉语拼音特供，内部特供，贵州茅台，没有商标。现在我看见好多东西都在那儿卖，没有注册商标。注册商标是一个圈里边一个 R， 临时的也是一个 TM trademark， 三无产品，内部特供。三无产品。
纯粮原浆，传统工艺，特供，没有商标。现在你们这单位发工资怎么发？自己，我们改革啊，今年改革，因为他不到五千，他要工资五千。现在一部分地方补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地方补。好。注，就是注册商标注，当然这里边灌的是酒啊，所以原则上这两个是一样。无照经营，我比较一下这两个酒，就是自己酿的自己喝的，所以它是安全保险的，对对对对，而那比买了的还安全，自己喝的，对，对，它就是54度，这是当时，这个我带去明天我要喝一点。你明天我们去那个洞城哦，温州那个洞城，我们明天就搬家吧，就在这儿，这是故事的，不在就住一夜，就这样啊，我们一天就回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回，我一直活的，您说的是诸暨话还是哪儿的话啊？诸暨话，诸暨话，那怎么跟他们不一样啊？他们说的我一点都听不懂。我的句式跟是个普通话，就他们是温州话，温州话，他们都温州话，我们下次，明天那边去，明天我们去吃海鲜，就是那个，他们说的特像那个戴笠那边的话，是吧？可以当密码用，对，OK，就这么回事。明天我们。我见过的是冬笋，这是叫春笋，这个是雷笋，雷笋，我说不来呢，我就说是雷笋。它这是什么品种的竹子呢？这个是小品种，小品种，小的，不是大的。它就是专门让吃的哈。这个草可以吃的。对，但是我住在旅馆，自己不能做。我也不会做，我就会吃。这个草就可以。这得是女孩买了就能做。干嘛？没有，我就照一下这个。哦，这么多大概多少钱啊？十块钱。十块钱这么多。买几斤吗？没，我没地方做，我买了没用。有啊。你加工厂去里面。我刚吃完饭，我明天早上就走了，我下走吧。走了，这个大券可以吧？谢谢你。这是鸽子，当肉卖的。每回出来都能看见新东西。总有需要学习的。妈妈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还准备好了。鲁班烤肉。吃肉，
不可以治病，但可以续命。嘿，吃肉不可以治病，但可以续命。